頭先講到你個角色咧，同埋阿鹿命聲聲聲相識。係啊係啊係啊！自己最深刻係邊一場嘅血腥？哇！如果最深刻的血腥戲其實反而是跟思思一起拍的，因為呢總言之我要對她進行一些很暴力的行為，然後她是會反擊的，她反擊那一下呢其實就很有趣，很有趣，她是要向著我一個大動脈那個位置反擊的，是的，然後我就要噴血的，是的，是不是不要透露得太多咁都係血血啦，係啦，即係血與骨啊嘛，阿隧道呢個係焦點影人。咁係畫面上涉唔涉及到你哋會受傷咁樣㗎？畫面上都算係涉及到㗎，都打打殺殺嘅其實。係啊，即係你哋好多大動作嘅都。都多啊，但係我哎呀，我你睇曬成條片未？我未睇啊嘛，我未有機會睇啊。係啊，咁所以咧大動作會唔會係嘉吳哥同 Lockman 會再多啲？呢套戲會有動作的元素咯，係啊。總之係啦，一定有好多好多。多唔多親熱氣啊？因為性感啊，性感親熱。親熱係更好喎。因為雖然我嘅角色係年輕鳳姐啦，但係其實佢主要係角色背景比較為主多啲嘅，係啦。咁主要都係講佢一生人嘅命運比較多啲咯。嗯。其實不多，其實真的所謂叫對打的不多，的但是 有碰撞，我跟他會有碰撞，而我只可以說其實我跟 Lockman 的合作這一套才是我跟他的第一套，是的，即是拍完命案之後才輪到 IT9 的我們，是的，所以反而是我們在 IT9 是相應，喂怎麼啊，你那時候你沒有弄親嘛，我沒有弄親你嘛，這樣嘛，是這樣咯。不會，我很喜歡，是啊，不是，我會覺得就是因為他入了他那個角色，他 變成了一個角色，然後他有那些眼神呢，我就覺得哇正，有味道，又有神秘感，又有一些驚慄的東西，但是他是不會，即是他會繼續吸引你看 Lockman 下去的，因為他的眼神那麼，你可以說是驚慄又好，詭異又好，什麼都好，是啊。我哋出對白，因為要加埋。好，最後尾一條，好，你嗰個金像獎個男配角，你有冇信心？金像獎男配角咧嘅信心咧係少量啦，係啦，即係都要對自己嘅有翻少少信心嘅。但係咧，我知道對手都非常之咁強勁，同埋係亦都係我好欣賞嘅演員嚟嘅，咁所以我會好平常心咯。係啊。係啊係啊，許冠文先生，因為我相信佢從影以來。他由重影開始我都不知道在哪裡，到現在是啦，所以我覺得比他也都很當之無愧啦，是的，多謝你，是的，會的，會的，好，好，兩位多謝你，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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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謝